你住我，唉，我都知道。幾耐時間去考慮定係接唔接呢個宣傳大使嘅工作咧？其實初初真係有啲緊，因為飛嚟飛去咧，唔係話你想接就接嘅，因為我哋一出外咧就有樂隊啊，一大隊人，有好多架撐，好多器材。咁但係我同經理人阿依達研究過之後，都係覺得都要接嘅，因為其他嘢可以推，但係音樂我都盡量唔想推。因為其實我覺得我的工作呢，如果沒有音樂呢，我自己會覺得很空虛、很虛浮。如果爭取多些機會，好像陣間可以有個表演咁，我才覺得我自己有生命力咯。其實亞洲即音樂節呢類型的表演在馬來西亞就不多嘅。咁我相信阿波都去過不同國家參與他哋的音樂節啦。其實一個成功的音樂節，即玩啲乜嘢嘅咧？其實我覺得咧，一個成功的音樂節咧，應該是乜嘢都有。各種類型的音樂都有，就好像你行入去一間百貨公司咁，你都希望入邊係應有盡有，即係多啲唔同種類，即係就好似我哋嘅社會咁，我哋有唔同種類嘅人、人種、宗教，我哋都可以包容佢哋，即係咁呢個世界先美好，即係呢間百貨公司先成功咯。咁音樂亦都係一樣，音樂節亦都係一樣。你會見到入邊有好多唔同類型嘅 artist， 但係大家都係為音樂去努力。咁我哋都應該係去 respect 大家，咁我都好期待呢個音樂節可以辦得好成功。